这一台设定变更叫做2015年的熔炉人中之龙，设定变更一样，关机后机门打开来，拿到设定钥匙，插好电源后，它的设定变更的钥匙孔跟钥匙钮在这里，设定钮在这里。但这个门呢，有一个卡损，当设定完了以后，一定要按压住，开了一声，它才不会叽叽叫，要不然的话，它还是会一样，设定变更不会完成。在关机的情况下，设定钥匙向右转，然后找一下它的设定变更的数字。好了以后开机，现在就是在设定变更中，这里是设定一，这里有个阿拉伯数字的一，看一下那门板，这边就有写设定变更了。按这里的话，设定变更的数字就会跑，设定6好了以后，摇杆打一下，然后再把钥匙装。设定完了です。電源が入りました。这个机门。電源が入りました。按下去。设定变更完成。電源が入りました。電源。電源が入りまし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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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電。好，这一台的话，大概北斗系列的话，都会跑一下那个时间，让它时间过了以后就 OK 了。这个一样有加开分的。这边是开分，这边是移分，分数就会移在这边。它等于双滚轮，上面有个滚轮，下面还有个滚轮。这纯真非常高，纯真有到 2.9 枚。我在游艺场里面也是经常看得到这一台，漏得非常快，很多人爱打这一台。主题是打僵尸。好，